救护车捐赠典礼在新北市消防局第五救灾救护大队树潭分队举行。新北市消防局主任秘书陈国忠就指出，新北市一年的救护量现在有18多万件，尤其目前又是高龄化，更提高了救护量。感谢张志成先生的捐赠，他本身也是一名教育机构的企业家，造福地方，提升了救灾救护的品质。我们也非常感谢张董事长，他本身就是做幼稚园那做很多教育的一些事业。那今天有感应我们刚刚我们树潭的这个救护车也比较久了，那所以他就发一个心愿，希望能够捐赠救护车。那尤其我们在这种树林地区人口也越来越多，那尤其在工业区这个地方，我想都有这样子的救护的需求。而张志成先生则表示，本身也是义消，因为知道树潭分队救护车老旧，所以将父母所留下的遗产经过家族开会后决定购置救护车捐赠，希望能够救助更多人。那有鉴于我们树潭分队这个救护车已经比较老旧了，那我就想说，刚好我爸爸妈妈在这两年刚好过世，那他生前非常的节省，那也很低调，那我们就兄弟姐妹我们共同开会决议，就是说把爸爸妈妈的这个遗留下来的节省下来的生活费，我们就捐赠给消防局当救护车来使用。张志成先生所捐赠的这一台救护车，车内部的配备就包含了自动体外电极去颤器、可吸式电动抽吸器以及血氧浓度分析仪等等这些高阶救护设备，也希望能够提升救灾救护的效能，在黄金时间可以挽救更多宝贵的性命。中嘉新闻张宜勋、卢秀娟新北市树林区场报道。